板面材料有面疙瘩600克，素羊肉400克，香菇4朵，香菜适量。调味料有酱油3大匙，辣椒1根，净丝冬菜粉适量，胡椒粉适量。板面做法是将面疙瘩压成适当的厚薄度，放入滚水中煮熟。煮好之后，略微的浸泡冷开水之后捞起备用。香菇切丝，素羊肉切成小块状，香菜切末，辣椒切环状备用。锅中放入2大匙的油烧热，炒香香菇，再加入胡椒粉、净丝、冬菜粉调味备用。另起一锅滚水，加入素羊肉至滚，再加入净丝冬菜粉调味之后备用。切好的辣椒加入酱油，成为辣酱油备用。烫好的面疙瘩放进碗中，依序加入汤、香菇、胡椒粉、香菜，适量的辣酱油就可以了。